电源口插入电源线。零线接入标识 N 的位置。火线可随意接入三个不带 N 的位置。拧紧螺丝。气管插入气管口，连接再生无气管接口。打开3P加按开关，关闭柜门。再生炉顶部加接排气管，把高温排出室外。新机准备已完成，可连通电源。打开舱门，放入 SCR 箱，关闭舱门。旋转电源开关，旋转加热和风机开关。根据载体类型选择再生项目，堵塞程度选择轻中重，点击确定，点击开始。堵塞严重可点击输氧。达到第一阶段目标温度和保温时间时，自动跳转第二阶段。达到第二阶段目标温度和保温时间时，报警器会提醒，并开始降温。等待当前温度到200摄氏度以下，慢慢打开舱门。使用小推车取出 SCR 箱。使用风枪吹扫，或者使用一炮通。吹扫完毕，再生完成。若再生过程中有紧急情况，可按急停。处理完毕后，拉出急停即可继续。依次点击自定义数据。设置自定义数据一，设定温度与保温时间。设定完毕，返回上一页，可设定自定义数据二和三，即可使用自定义数据。返回初始界面，选择自定义数据，选择轻重程度，点击确定，点击开始。再生炉温度与保温时间为自定义数据。再生完毕，关闭加热和风机开关，电源开关，并将左侧接线柜内3P加N 关掉。